撒迦利亚书第九天。每日亲近神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祝福你，每日亲近神，神赐给智慧、平安和喜乐。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。祝福你，每日亲近神，讨神的喜悦。撒迦利亚书九章一至十七节，我亲眼看顾我的家。耶和华的默示应验在哈德拉地大马士革，世人和以色列各支派的眼目都仰望耶和华，和靠近的哈马并推罗西顿，因为这二城的人大有智慧。推罗为自己修筑宝帐，积蓄银子如尘沙，堆起金金如街上的泥土，主必赶出他，打败他海上的权力，他必被火烧灭。亚什基伦看见必惧怕，加萨看见甚痛苦。以格伦因失了盼望蒙羞，加萨必不再有君王，亚什基伦也不再有居民。私生子必住在亚什土，我必除灭非利士人的骄傲，我必除去他口中带血之肉和牙齿内可憎之物。他必作为余剩的人归于我们的神，必在犹大向族长，以哥伦人必如耶布斯人。我必在我家的四围安营，使敌军不得任意往来，暴虐的人也不再经过，因为我亲眼看顾我的家。西安的民啊，应当大大喜乐，耶路撒冷的民啊，应当欢呼。看啊，你的王来到你这里，他是公义的，并且施行拯救，谦谦和和的骑着驴，就是骑着驴的驹子。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，征战的弓也必除灭。他必向列国讲和平，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，从大河管到地极。西安啊，我因与你立约的血，将你中间被掳而囚的人从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。你们被囚而有指望的人都要转回保障，我今日说明，我必加倍赐福给你们。我拿犹大做上弦的弓，我拿以法莲为张弓的箭。西安啊，我要激发你的众子，攻击希腊的众子，使你如勇士的刀。耶和华必显现在他们以上，他的箭必射出像闪电，主耶和华必吹角，乘南方的旋风而行。万军之耶和华必保护他们，他们必吞灭仇敌，践踏弹石，他们必喝血呐喊，犹如饮酒。他们必像盛满血的碗，又像坛的四角满了血。当那日，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看他的民如群羊，拯救他们，因为他们必像冠冕上的宝石，高举在他的地以上。他的恩慈何等大，他的荣美何其盛，五谷健壮少男，新酒培养处女。这章经文看见神为他的百姓伸冤，虽然从人来看，推罗西顿这两城的人大有智慧，主却说推罗为自己修筑宝帐，积蓄银子如尘沙，堆起金金如街上的泥土，主必赶出他，打败他海上的权力，他必被火烧灭。亚什基伦看见必惧怕，加萨看见甚痛苦，以格伦因失了盼望蒙羞，加萨必不再有君王，亚什基伦也不再有居民。
我必除灭非利士人的骄傲。而且神赐下一个最稳固的保障，我必在我家的四围安营，使敌军不得任意往来，暴虐的人也不再经过，因为我亲眼看顾我的家。你看，耶路撒冷不但是以色列的家，而且神说这是我的家。神像是照顾他自己的家一般的照顾他百姓的家，这是何等的保障啊！弟兄姐妹，你看见了吗？活在主的爱和祝福里是何等的恩典啊！最大的喜乐是主与他的百姓同在。锡安的民啊，应当大大喜乐；耶路撒冷的民啊，应当欢呼。看啊，你的王来到你这里，他是公义的，并且施行拯救，谦谦和和的骑着驴，就是骑着驴的驹子。感谢主，属他的子民不再是孤单流离，而是有主、有王、有保护、有归属的。我们的主是柔和谦卑的主，是带来和平的主，是止息征战的主。正如经上记载的，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，征战的弓也必除灭，他必向列国讲和平。他是使被掳的得释放，绝望的得盼望，并且他明明地说，我今日说明，我必加倍赐福给你们。感谢主。最使人感恩的是，神是怎样看你我这卑微人的。经上说，当那日耶和华他们的神并看他的民如群羊，拯救他们，因为他们必像冠冕上的宝石高举在他的地以上。你听见了吗？神不但看我们像软弱需要他保护的羊，他更看我们像他冠冕上的宝石，尊贵华美。你知道主是这样看重你的吗？你知道在主的心中我们是如此尊贵吗？如果我们真知道，就该珍惜自己，洁净自己，分别为圣，与蒙召的恩相称。感谢主，他的恩慈何等大，他的荣美何其盛。感谢主。亲爱的天父，虽然我不好，你却视我为珍宝，求你帮助我在一切事上自洁，永远以你为优先，单单侍奉你。奉主名求，阿们。导读神的话，撒迦利亚书九章八节，我必在我家的四围安营，使敌军不得任意往来，暴虐的人也不再经过，因为我亲眼看顾我的家。阿们。哈利路亚，感谢神。是的，你天天在我们的家四围安营，保护着我们。阿们。主啊，谢谢你天天在我们的家四围安营保护我们，是因为我们是属乎你的，并且你时常的看顾保守我们。主啊，是的，我是属乎你的，你必定时常看顾保守我。主啊，我要长生在你的家当中，因为你必定在你的家四围安营。感谢神，你必然亲眼看顾我的家，因为你是我的神，是我所倚靠的神。主，你是我的神，你是我倚靠的神，所以我不害怕外面的那些敌军或暴虐。是，主耶稣啊，谢谢你，我不害怕仇敌，因为你是亲眼看顾的。主，我赞美你，你必定亲眼看顾我所有的一切。感谢神，我的所有一切都是神所赏赐的，我所有的一切你必为我持守。阿们。主，谢谢你，我所有的一切是你所看顾的，也是你所持守的。主啊，我在心里面知道也看见，哦，你常常差派天使天君天将，在我们的四围安营保护我们。是的，主啊，我谢谢你。是的，你常常的差派天使天君成为我们的保障和安营，好叫我们在你的身边是蛮有安全感的，因为你自己也亲眼看顾我们的家。感谢主，你亲眼看顾我们的家，你必把我们藏在你的翅膀荫下，让我们得着真实的平安。
主，谢谢你，我们在你的里面有真实的平安。主啊，因为你就是平安的来源。主，谢谢你，让我们可以安营在你的里面，使我们有最大最大的安全感。是的，主耶稣，谢谢你，因为我的生命、我的家有你，我就有安全感。主啊，我也深信在我地上的家有你亲眼看顾，以至于我地上的家也是安全的。这是我们凭着信心的同心的宣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耶和华，你的话安定在天，直到永远。愿神祝福我们。